哪儿了？里面。哪里啊？里面。有人，那是人。是不是说句话？哦，是有个人在动。是人。王警官看到一名女子在湖中间只露出了半个脑袋，他循着声音找到了岸边的报警人。你老婆在河里。你老婆在河里。你老婆为什么去跳河了？我们是玩家在河里。他为什么会到河里去？我在玩船呢。船在哪儿呢？那中间。你现在人还好的啊？好。随后，王警官脱下装备和外套，跳进了一人多深的湖里，游向溺水的女子。上不去。王警官试图先把女子推上船，但失败了。最后，王警官先爬上了船，然后把女子拉了上去。你为什么会在水中间？滑下来了。你从岸边上，你那滑拍旁边围的都是栏杆。你老公呢？回家拿被子去。冻死我了。你家在哪里？冻死你了。尝试了好几次，最后王警官终于把船滑到了岸边。然后我用手下摸了两只拖鞋，滑回来了。没。女子被王警官救上岸，人没有什么大碍。这时候丈夫抱着被子赶到了。你老婆在水里泡那么久，我让你回拿被子，你来一句我冻死了，那是你老婆。我问你，你老婆为什么会在湖中间？我们俩一抖就进去了。什么叫一抖就进去了？那是在岸边上吗？那抖到湖的最中间。你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吵架。那你深更半夜为什么在划船？不是我们玩下的，我也没农村呀，没见过玩下呀。你说你在湖玩到湖中间，你谁会相信大半夜的啊？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三点多。随后，夫妻二人被民警带上了警车。一个船不好玩的，船是在岸边的了。啊，对，不下，一拨，要不我们没拨过，我们是旱鸭子是吗？河南的，没拨过，一拨，哎，一抖，我老婆进去了。你老婆在船上，你没在船上。我也在船上。你在船上，你怎么会在岸上呢？我们俩一起都投进去了。然后你游回来了。哎，我说我老婆，你抓紧这个东西，我去救你，就找人救你。他两个人说是在这个湖边谈心啊，谈谈心了之后呢，说他们都是内陆人嘛，没有这个上过船。说看那个船停在岸边，一时兴起就上船去了，上船去了。自己嘛玩滑就滑到中间去了。滑到中间可能他们也没什么经验，坐在了一侧，这个船就一侧斜一侧翻，两个人都下水了。下水之后老公呢可能稍微会点水，自己滑吧就到边上来了，打了110报警求助的。这样的他自己救不了，他据他说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施救两个人的。记者后来了解到，那条船平时是用来打捞湖里垃圾的，民警对夫妻俩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。有报洪建记者报道。